泡面对于现代人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。香摩斯汉堡长期以来销售长红的两款商品和风炸鸡、海洋珍珠堡与知名泡面大厂日清食品共同研发制作，成为独家口味的 MOSD 面。摩斯汉堡与日清食品携手合作，将经典商品摇身一变，成为随时能够享用、轻松带着走的轻巧杯面。热乎乎的经典口味，陪伴您一同度过寒冷的圣诞与跨年时节。相信爱吃摩斯汉堡的朋友，一定有吃过海洋珍珠堡吧？鲜虾、干贝、墨鱼等丰富海鲜，美味的汉堡变成一碗随冲随吃的泡面，简直是爱吃泡面的人最大的福音呀。除了把汉堡变成泡面之外，摩斯汉堡还有把人气商品和风炸鸡变成泡面了。海鲜泡面可能还想象得到，到这款泡面就让人很想尝鲜看看呢。这两款全新口味的杯面，现在全台摩汉堡门市都能买到哦。没吃过这两款商品的人，买杯面的同时也可以顺便买一份回来试试看味道有没有一样拉 XD， 因为是与日清食品联手推出的商品，数量有限，独家贩售，只有摩斯才有哦。这两款杯面看得小编我肚子都咕噜咕噜饿起来了。喜欢吃摩斯汉堡的朋友，平时懒得出门时，就先用杯面垫垫胃吧。